不是美女不敢拍，不是帅哥拍不来。进行我们的广告现场，虽然很多同学最近在进行期末考，虽然很多同学在进行大专联考、高中联考，但是呢，依然挡不住这股热情。今天在我们摄影棚里面，人山人海，都是我们年轻朋友。感谢您支持我们的节目。今天邀请的偶像绝对不让各位观众朋友失望。将近有半年的时间没有回到国内，因为最近忙得香港有两部戏在拍。 同时呢，他个人又到希腊巴厘岛去拍他的这个音乐专辑，非常忙碌的一位，这非常想念大家。在暑假期间，可有强敌竞争唱片相当多，前一阵草蜢，还有最近呢这个林志颖、胡瓜啊这些，强片出笼啊，避暑佳作。今天介绍这位呢，也是要准备来这个，可以说是用唱片来打动观众朋友心弦，而且很多人还没听到他。 还没看到他，就已经要知道介绍谁？今天介绍谁啊？郭富城。郭富城，因为塞车没有办法来。我们请到他的双胞胎的弟弟，郭富城。很久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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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久不见。啊，对。啊，歌迷非常热情，你们现在歌迷真的进步很多啦，首次去。 一个一个排队献花啊！今天有个歌迷呢，他呢拿给我，本来呢我是不应该在节目公开，但是呢他呢很诚心诚意，那我也祝福他啊！他呢写了一，他的梦难留啊，梦难留啊！这个虽然13天联考了，但是我还是祝福你，就是这位同学马上联考了，哎，你要祝福他，哎，我希望所有的同学在今年里面可以考到。 好好的成绩啊，成绩，当然呢，我们所有的偶像呢，来到这里呢，都希望支持他的观众朋友呢，要好好的念书，不管是联考考不好没关系，下次要加加油。刚刚我们看到郭富城一出现，观众朋友热情的程度呢，真是虽然半年没有见到你，大家非常想念你了，也是，就晒黑很多了，你也是。听说你是为了准备演包青天才，这个我想您到这个希腊拍的这个音乐专辑。 对，这个希腊风景很好，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国家。对，巴厘岛。听说他这次的 MTV 啊，真的可看性很高，因为香港现在流行什么？三级片，对，我知道。哎，我们郭富城也露了3点，2个，还有肚脐。这个 MTV 呢，马上就跟大家见面了。很快。这次的新专辑叫什么？其实这个专辑里面有3个明星，我们在挑的。哦。 其实就是看看大家喜欢哪一个。有梦难留啦，爱你一生够不够啦，还有一个就是我心狂野。刚刚听完之后，我觉得我心狂野真的不错。跟我的专辑很像，就用这个专辑。这个为什么这么久没有出唱片？其实也不久了，刚刚就是其实我的唱片都是半年，然后出一张比较有一个期限定的。 好像我这半年之行就是里面我做了很多事情了，比如说有2部电影，然后是非常喜欢的。我知道郭富城跟我谈过，他说电影他真的要喜欢才拍，因为拍电影很辛苦。对，没错。万一拍不好，觉得说自己又没有好成绩，观众又觉得说这部片子对他来讲又没有更深的印象，对，就干脆不要拍。所以刚刚问了他拍2部戏，一部文艺片，一部是古装片。对，没错。那你是特别喜欢这个剧本呢？其实我觉得我很喜欢一些煽情的剧本，而且很有感觉的，就是煽情，就是有中间有一种这样啊。这个有一部电影就是跟吴倩莲有一些亲密的一个镜头出现。那不会让陀中华来找你算账？<笑><笑>那还有部戏是古装跟张曼玉。张曼玉还有狄龙。你个人对动作片也很喜欢，因为我觉得我还要必须学习很多我。 我自己本身不会的东西，你最近香港你看张学友、林志颖刚办完演唱会，而且叶倩文要办，对，马上张学友后面又办，林忆莲、他们都有办，这一连串的活动对你来讲，你都没开过演唱会，自己有什么计划没有？其实我台湾也开过了，我下来的就是我一个很大的巡回演唱会，就是在中国大陆举行，我希望在明年到暑假的时候可以。 大概出的带4张到5张的广东专辑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在台上面，做我
在香港举行我第一期的个人演唱会。那我们像我们 小歌迷都没有钱到飞机坐飞机去香港。那没关系，因为我做完香港的演唱会之后，我就会回到台湾。哎，回到台湾做。是，我是怕第一次的演唱会。歌迷受不了游泳的游泳啊，骑水上摩托车的啊，大风帆的风帆啊，希望不要冒险，因为郭富城，我们会尽力邀请，希望在国内跟大家见面。一定一定啊，一定要，就不要让我们歌迷失望。我知道。这个今天来这边，我们是这个当然了，来到现场我们是广告现场啦。对，这广告现场我们就来拍拍，我们先请我们所有的来宾跟你一起来。来，这个来宾是所有的歌迷啊，这些歌迷比较特殊，他们是从松山精神病院，什么学校？台中侨光商专张嘉文。张嘉文，你呢？裕达会计林嘉颖。林嘉颖。陈思平，嗯，那个高坤丢嘞，你是？光罐头徐淑娟。徐淑娟，你演什么？不用带，那就不用带啦，这个就很。你也是啊。你呢？沪江高中黄美惠。黄美惠啊，你老虎啊？啊，你呢？国立专枪。国立专啊，你演什么？酋长。酋长是男的女的？女的。他是演女的，各位不要忘了哈。去拿两个碗装了。笑得很开心啊。什么学校？国立艺专舞蹈科。还考虑？还得考虑吗？快毕业了吧？还没啊，一年级了。你演什么？月亮太阳。月亮太阳。你呢？国立艺专舞蹈科陆尚坤。好，打板了。好。今天呢都是女孩子，尤其把那个也当女孩子，她是酋长。这个故事、哦这个、也是女孩子。哎，故事是你拿着地图去探险，嗯，探险呢到了女人国，发生了一些事情。嗯、我们先各就各位，先各自离开。好，一开始啊、哦，一开始你照地图看到是哎女人国食人村，你就讲哎终于到这里了，啊，刚刚一转过来就看到老虎，你要出来吓他，在那边跟铜像啊。啊，看到老虎嘛！啊，老虎啊，老虎啊，看到老虎。现在演了吗？还没，我先讲。看到老虎了，要走，一转身看到老虎啊，看到一只恐龙。恐龙、啊，恐龙就跑给他追啊！老虎跟恐龙就追，绕一圈，去。是沼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对，那个郭富城，你跑一圈就摔倒这样，那个恐龙跟老虎要流口水要把你吃掉，吃掉了之后到这里喊他。好不好？来，预备，开啦！探险。女人国是一个女人的社会。对啊，对啊。哦，真是令人好奇。真的令人好奇了。终于到了。我到了。老虎。我现在是演1、2、3木头人，老虎要动啊！来，从这边接，真是好奇，终于到，我到了，老虎，哇，不要。拍照有留念。恐龙、老虎追。你们生病了，两个在那边。是你追他，他追你啊！你要追他，他跑掉，你们两个还在那边。来，再一次，老板。动物爱玩啊！动物爱玩。看，你找谁啊？好，这里绕到这里，摔一跤。哎呀！哇！酋长出来，砍死他！Thank you.
砍他的腿干嘛？砍到腿了。好，现在请你那个恐龙跟老虎走掉了哈。好，你一个人躺在这边，帮他敷药，我断了，断了。本来没事，应该断了。你们在那边，一直在讲，还有一个，看了，摸了，你啊，你是酋长啊，你是女的嘛，你摸他的脸，好帅，我祝你啊，你要嫁给我啊，要她嫁给你啊，因为酋长的夫人嘛，都是女孩子，没有男，看男孩子不是大概哈西，对吧？你要嫁给我，你听不懂什么？你要嫁给我，哎不对，还有急救箱啊，你们开门。最白是什么？我跟你讲，刚刚那个很好的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什么人？你吓一跳。不对，你要讲话，你们一直看着他，摸他胸部干嘛？来吧，开吧！哎，你们什么人？拍照。谢谢大家救我，好恐怖、哦！什么？啊？不能，插你，什么插你？开！好，到这里，好，带走，现在接这个景，预备，开！把来。啊，打棒球，拍照。好，老大讲话，老大。刘林。啊？什么？李工上。啊，从这边接 ，camera 就讲话了。不，你们讲话，你们打老大讲话，你们停下来。嗯。啊，你要讲。不对，不能吃掉啊！有吃大家有都好吃，大家吃啊！我讲吧，你们都讲。啊，好，知道了。预备，打板，去。吵大家呀！啊，我家大家啊，我家吧，你拧汤啊，大家赢，安尼袂赢。跪听好不好？预备打板，预备，开吧！你家把我拧掉。酋长跑掉了。他讲什么？听不懂啊，慢慢讲啊，还有该公耍给照哎，拜拜，讲慢一点，那三个要跟他一起走啊，预备，开了，好走，好，这时候一天又过一天，太阳升起，郭富城一直看着那火，觉得莫名其妙，还在拍照。这个时候呢，太阳已经下山了，太阳下山了，月亮升起，然后太阳又升起来。这时候酋长又带着他们来，看有没有煮熟。早安。好了，走了。好，这时候呢，太阳又升起，来，太阳下来。月亮又升起来了，又过了一天，太阳又升起来了。好，这些他们又过来啦。你们像一群狗一样。啊，好，到这里，这时候呢，哦，一位录 camera 说，哎呦，还是没说，没说，怎么会没说？怎么不说？煮那么久了，没说。你说，啊，那是因为我用了金曲牌。防晒油，它不仅防太阳晒，而且不怕热，煮不熟哦，就这里 ，OK， 预备，开！不告诉你，不告诉你，不行，一定要讲，你会讲，底片要钱啊。预备，老板，预备，干！干什么？
换月亮，爷爷。你怎么读不出来？爷爷呢？我呢？啊嘞不嘞，拜拜拜拜。啊不得了，啊不得不得个的，啊那不得不，啊不得唱唱。因为。我用金曲牌，因为我用金曲牌防，因为我用金曲牌防晒油，不仅防太阳晒，而且还煮不熟，还煮不熟，金曲牌防晒油，哎，鼓励你，好，我们所有同学们都非常活泼，谢谢郭富城，谢谢，谢谢。